嘎嘎，大家知唔知雪人系讲咩话噶？哇，雪人系讲说话噶，雪啊雪啊！嗱，当装饰好阿德尔之后咧，我就会去同我嘅屋企人一齐庆祝呢个节日。你识唔识我嘅屋企人啊？佢哋系爱莎啦、安娜啦、基斯托夫，仲有斯特。哦，斯特，佢真系一只好可爱嘅纯鹿嚟噶。你话系咪啊，史纳莎？我都唔知边个叫做史纳莎。各各各，请问有冇人啊？咩人呢？咪系我咯，开心雪人啊！哇，真系好兴奋啊！喺阿德尔嘅假期，大家都会以佢哋嘅家族传统去庆祝呢一个节日，有好多嘢可以做噶，可以整士的糖啦，可以同屋企人同朋友玩传统游戏，即冷衫颈巾俾你嘅屋企人，或者逐家逐户去唱下歌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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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我是小白啊，见到你们真的好了，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迎接这个最值得高兴的日子了？我都是的，我准备好为安娜和艾莎举办一个最盛大的传统庆祝活动。哎，不过没什么办法突出你重重围巾先，还是我都可以将自己变成做装饰呢？你的主意好似几好喎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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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又走了，还没有拍几个片。好准啊，系咪啊？我哋喺呢度。Hello， 小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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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小白，原来喺呢个节日系可以帮手装饰成个阿德尔噶。你可以斩咗啲树，将啲蜡烛挂喺啲树上面，又或者将一顶好靓嘅长物挂喺火炉上边。哦，有啲话用士的糖嚟做一个新嘅味。哦，唔系，士的糖系要嚟食嘅，唔系用嚟做个味噶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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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哦，嗰只用嚟做装饰嘅长物呢？咦，原来放在脚度做装饰都得噶喎！大家节日快乐，一阵再见。喂，边个喺度啊？系咪你啊，史纳莎？我都不知道誰叫做史纳莎。喂，你們都來了啊，我在準備幫阿德爾買些節日裝飾，看看我連自己都裝飾買，喜不喜歡啊？既然我就是安娜和艾莎的節日傳統，加上一條大圍巾會令大家更加溫暖，是就是暖了一點，不过你知咯，有啲人系值得我为佢融化噶嘛。呢个系一个值得高兴嘅日子啊！一阵再见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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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